荣耀发财快报，大仙什么都知道。新赛季的王者荣耀进行了非常多的改动，其中我们最经常提起的就是野区的大改。相信大家在平常的游戏中感受到了新一代刺客打野的崛起，比如说纳克、露露和猴子。但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种应用而生的新思路，那就是法师打野，更准确的说是法系刺客打野。由于野怪数量变多，拥有大量 AOE 的法师现在也可以非常轻松的刷野了。好吧，才不是因为中路被元哥欺负了所以才去野区的呢。相对于前期偏弱的物理刺客，有些法师在低级就可以依赖技能伤害呼风唤雨，最为典型的就是诸葛亮。因为二技能可以存储次数，并且快速的堆叠被动，使得诸葛亮在前期就拥有非常高的刷野速度。刷到四级后，马上可以利用高伤害大招去抓人，或者是呼唤队友快速的打龙。而诸葛亮超高的机动性和较为稳定的爆发能力，让他一旦获取了一些优势，就马上开启为所欲为的模式，技能追击，腿能消耗，若能成功刷新大招，还可以继续作战，很容易在小规模团战啊进行收割。而且法师打野相对于刺客最大的优势还在于容错率，在局势焦灼或者没有开团机会，依然可以通过技能去消耗对手，并且具备较强的塔下防守能力。不过诸葛亮一直缺乏回复手段，所以大仙推荐携带法术吸血铭文来增加续航能力。当然诸葛亮也并非万能，在面对重装战士和坦克时很容易被限制住，这个时候啊就要祭出我们的王者峡谷舞蹈冠军貂蝉小姐姐了。和诸葛亮类似，貂蝉同样拥有短 CD 的位移技能和极高的刷野效率，但因为非常依赖减 CD， 所以貂蝉会更加需要队友保护自己的野区。出了 CD 鞋和有蓝 buff 之后啊，貂蝉就迎来自己的战力巅峰。在敌方输出不足时，坦克也不肉的时间点，貂蝉可以在万军丛中翩翩飞舞了。相对于在中路发育，打野貂蝉行动起来更加自由，而且不怕任何形式的遭遇战，战斗纠缠越久对貂蝉越有利。而且他具备比诸葛亮更强的追击能力，在和刺客单挑上面也毫无惧色。总之貂蝉的战斗潜力大仙已经在直播中向大家展示过多次了，如果你是一位精通貂蝉的玩家，并且更多的想把比赛的节奏控制在自己手中，不妨去试试打野吧。除此之外啊，法系打野的另一个战略意义就是解放中路。如果队伍有伽罗、鲁班这样需要发育又怕被抓的射手，不妨把中路线交给他去清理。这样如果敌方中单只顾游走，很容易就被推线推塔。这不，近期 KPL 职业联赛中 BA 黑风梨战队就使用了伽罗中单，并且获得了胜利，说明这个思路啊是有发挥空间的。好了，本期更多的是抛砖引玉，希望大家不要拘泥于常规的阵容分路，而是应该根据英雄的特性和对手的阵容来进行分配。王者荣耀想复古，要把爷射赶边路，中路元哥横着走，法师集体被打哭，仰天长问何处是出路，不如你去中单我杀猪。我是张大仙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。